有人哎呀！喂，兄弟，你要找女朋友呀？那你上爱聊，爱聊 APP 上线自动匹配同城单身男女朋友，这头像就是本人，喜欢哪就直接聊，语音视频都可以。小姐姐温柔体贴，很会聊天，左下角还有新人付费福利，想脱单的快去试试。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把右手放在他的脖颈处，左手放在肩膀处，一定要使劲哈，这么使劲一拉。炸！你刚才也没算算眼眼哟，你们求婚了吗？今天我老婆出差，今天晚上我过去你那里睡呗，顺便陪陪你，再陪你喝两杯。喂，不是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没谁。我这还没走呢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哎，我真的没谁呀、啊。狐狸精，你勾引谁老公呢？你再敢打电话过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那是你爸，炸！那是你爸！啊啊啊我在买阿斯诺蓝牙运动耳机，40小时超长续航，入耳大入耳自由切换的100元不到蓝牙运动耳机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我出去一趟啊！你去哪儿？几个兄弟叫我出去喝酒。哦，把这个吃了。这啥呀？护肝的。你想的真周到。哎，那个我也想去。去干啥呀？几个大老爷们喝酒。哦，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你也去不了。哦。我刚给你吃的是头孢。炸！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天，换来了白饭一日三餐，熬一锅时间呐，嚼一口从前，我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，上了屋顶被月亮滴。有人。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两三。不够强，你别笑，还是不够强，还是不够强。不是你想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你听，我们油烟机有动静。有动静啊？啥动静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烟瘾犯了。烟瘾犯了啊？那咋办呀？咋办？你赶紧炒两个菜让他吸两口呀！老公，给我转1.3。给你转1.3干啥呀？你给我转1.3，我给你转1.4。过去了。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个叫啥呀？你转我一生，我转你一世。哦，你再给我转13，我给你转4。嗯，过去了。这个叫我们的一生一世。哦，你再给我转130。哎，行，过去了。
这个叫什么？花钱买个教训。啊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笑不笑死的面儿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爱我吗？滚！哎呦我的妈！美女，如果给你10万块钱，外加一副面具，让你在这裸奔一圈，你愿意吗？哎哎，我没有面具，我没戴面具。不不不，我不用面具。我没有那10万块钱呀。哼、啊，我就这么给你说吧，我呢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像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，给再多钱我也不会做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老实交代，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，你跑哪去了？我手痒，没忍住，跟他们出去玩了会儿。跟谁？我闺蜜。哎，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。你个败家娘们！哎，一点也不顾家。输多少？你放心，老公，我出去的时候没带钱。啊、你把我当傻子了？啊？没带钱的你输了啥呀？啊，你输了啥？你说。那个，我把你输给俺闺蜜3天。啥？你把我输给她3天？哎呀，我勒个娘哎！哎，我咋遇见你这个傻娘们儿？哼、一点都不顾家，哎，愁死人了。老公，你干啥去啊？干啥去啊？我给你还账去，咱不能欠人家的账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你看我裤子是不是烂了？有人。真心摘下你给的深情，爱会成最美的风景。你别笑，心上相爱花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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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赶紧进去吧，在这儿。赶紧进去吧。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有人。那我老丈人呢？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呀？和几个兄弟出去喝酒，喝完酒我们还去洗脚，今晚上就不回来了。你听到了没？
听到了。还有我告诉你，以后懒的事儿少管。看到哥的实力了吗？你行吗？啊，拍好了没？拍好啦，过瘾了吧？过瘾了，过瘾了，还不把洗脚水给我端来？哎呦我的妈！向美好夜签，长安区原大使双杰伦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真心攒下你给的深情，爱会成最美的风景。心生喜爱，花开古柏。今生相爱，花开古柏。我做不做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家钱是我挣的，父母是我照顾的，孩子是我养的。这个家你想待就待，不管你给我滚。我以前就是这么说你的。还有更狠的呢，我没敢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领数置信化，向美好月签，长安启人大使周杰伦。这是受够你了，以后你在你的房间睡，我的那屋去睡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床有我一半的产权，我不同意，这啥都不行。行，算你狠。杀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打我干啥呀？这个女人她是谁？哪个女的？就是你手机上备注叫微微的这个女人，她是谁？她呀。啊？她一天到晚老是给我发消息骚扰我，烦都烦死了，删都删不掉她。删不掉？啊？怎么可能删不掉？真的删不掉呀！不信你试试。删不掉？我怎么就删掉了？你删掉啥了？女的呀？哪个女的？就是你手机上备注叫微微的那个女的。什么时候有个叫微微的女人呢？你找出来给我看看。就是刚才我删的那个呀。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嘛。哎呦我的妈！